如果是天然，那就做破起来，破不会顶了。咱用个手工的擦线哦，也嫩，有人说啊，看上头毛是愿意。要乌金推的，迄个对着连背着四五片，再佫上五片乌的，再更多再高压的。大伯也是野性苦咯，咧做袂了，阮种新妇的就得三工，一担则无可以离婚，佮做啊手脚费劳啊，王伯佮无手套人咯，啊计强用当咧做。啊，就是说，这只要要做啊到像头毛是会讲的哦，速度通袂起啊啦，你要收一条线就得收也久啦，我要做件产品就得也久，除非你要时短的，就是安尼。乌金推一定要用正擦，真侪人会起。当时咧学的时做哦，头金啊烂，就坚持直直落落落，落直直做落变适应。改革开放，阮遐阿兄咯、小弟咯，佮阿姐因遐就是，也是做来因遐就去做生意咯。阮老爸叫我莫走出去，伊说着菜山雕一个传统手艺哦，佮接落去咯。咱村里遮老岁仔咧，大家都会白手手咧。平时无代志，都会家己动手去学白手，也是说希望说老祖宗的传承的手艺，唔通断去咧。我也希望说，今后落去哦，每年举行一摆关水泥拿技艺培训班，关水泥拿这份技艺哦，和世世代代会人去传承落去。